我们是可以帮客人直接扩、直接穿，然后这个客人他是要也是要选择这种方式，我是直接帮他穿洞之后可以扩大五，那是五还是四？五，五哈，直接穿洞，然后扩到五 mm， 然后一样都很多，不会裂开。快点，可以开始。录它开始播了，哦，快，三秒钟了。现在是全场。我们这种水果的药很贵，扩的药最多，这种药。好。又没想那么严重，就这次。你看，没有流血，冲过去，哎呀，冲过去都装好了。好，我没想象中那么痛。因为它，我们不会让你留多余的缝隙，让血流出来。然后你看，我们直接帮它穿，直接扩了，完全没流血。然后你看，这里的肉还很多，然后耳垂就像一个耳垂的感觉，就感觉呼吸比较好。镜子给你看一下。你看，另外一面，这样子比较好看呢、啊。不要说，肉薄薄的快断掉，然后要扩不扩的，扩又怕断掉，那感觉就很干。别人都是这样子，然后来这边就只能用割的，用手指刀把它割开。那告诉你，现在入口限制时段的。然后你们买中耳环的时候，扩耳环的时候，有颜色的尽量不要戴，因为那个会让你烂掉、臭掉。是大学生的，快，高中而已，这样，高三，咱们今天都是高三的，我有今天生日，啊，今天生日，你今天生日来扩耳庆祝一下呀，没有，说这是你选择对的方式来帮你处理这个扩耳的东西，你就不会像被虐待花钱讨皮痛，那就很衰，功课好不好？功课好不好？好，上次来过，哎。好、啊，好、哦、啊！你是那个成绩比较好那一个第一名的，是不是？对。哎，我这次啊，是因为他这是他生日哈、哦，我算你1000块就好了。不是啊，因为你这个算便宜哦。这个你看我这样帮他穿，然后扩到这样子，才880而已，算你800块，好不好？算整数好了，900。九百，没有。他本来比较便宜，为什么要算900？880算800，算800啊！你想说技术太好了？没有，这个本来就880，没有，就是让你好一点。你看我们成绩比较好的，可以给客人，因为今天是他生日，哎，就算你800块，就学校成绩，你说平均是全班第一名哦，他是全班第一名哦。下次你应该可以念到好学校，学校再来庆祝一下，好。哦。